好，我是新年，我回来了。哦，我忘记了，为了让自己更年轻，在生孩子之后呢，我把头发给剪短了，也带来一个学生眼镜，我有年轻到吗？ OK， 言归正传。大家好，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菲拉铁菲教会在近来会有的活动和特别聚会。我想说啊，菲拉铁菲教会真是一间蒙福的教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将会有从不同国家的著名牧师与我们分享神的话，有台湾的、香港的，还有加州的。2018年第一个来到我们当中的就是来自加州的包德宁牧师。包德宁牧师出生于美国加州，是复兴华人国际施工及香港基督教复兴教会的创办人。他24岁到中国宣教，住在香港已经超过40年。这样你可以算得出他的年纪了吗？包德宁牧师的特别聚会呢，将会在1月28号星期日的早上两堂聚会。他会讲很流利的华语和广东话，所以大家不必担心听不懂啦。你猜到谁是来自台湾的牧师了吗？对了，就是我们亲爱的朱植胜牧师。朱牧师的能力研习会日期时间如下：3月9号星期五晚上8点半，10号星期六下午4点，11号星期日早上的两堂聚会。而来自香港的王一平牧师也将在3月24号和25号与我们有约，时间是星期六下午4点和星期日早上的两堂聚会。这三位牧师可是重量级人物哦，所以大家可要早到聚会哦。平时把生命的聚会也要找到。一年一度的感恩会是我超期待的，大家记得邀请身边所有的朋友，不管是老的、少的、年轻的、有年纪的，都可以一起来相聚一堂。日期是3月4号下午4点钟，地点是这里。为了建造一间人人爱上的教会，也向着明天的教会前进，在农历新年前将会有施工领袖新年团契，日期是2月2号星期五晚上8点，大家一定要来，互相交流，彼此切磋。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关注 Pastor Ming 的 YouTube 以及面子书专页，那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聆听神的话了。拜拜。